3月5日，正在欧洲与妻子昆凌度假的周杰伦现在又解锁了一个新职业——魔术师。网上曝光的视频显示，周杰伦将魔方在手中晃动几下，就变成了彩虹糖。网友在评论中拆台，提出了周杰伦魔术道具的购买链接，粉丝打趣道：“怎么这么皮，请给周董留点面子。”28日早，周杰伦在其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自己给昆凌和女儿小周周在巴黎拍的照片，照片中昆凌和小周周均一身黑色，或看向镜头，或低头看向地面，加上身后的宫殿宛如画报。周杰伦也配文：“一个好的摄影师”，称赞自己的拍照技术。在法国游玩的同时，周杰伦还不忘打篮球，在评论中艾特林书豪，挑衅道：“我要开始专注打篮球了，你小心了。”